位置在銅鑼灣的東角道。其實來過銅鑼灣很多很多很多次，但是不知道為什麼東角道這條街這麼旺，我竟然是好像沒拍過。隨便吧，那就拍完了。那旁邊就是金百利，另外一邊呢就當然是 SOGO 啦。不過不知道為什麼呢，今天 SOGO 八點幾就已經沒營業了，這麼早關門。咁外面就係軒尼斯道同埋怡和街啊，咁呢條巷入去就可以去到 Hazen Place 啊、Times 啊嗰邊啦，嗰度就係沙甸坊係咪叫做？好啦，開始行啦。金百利的食肆，咁啊食肆就喺呢个上面嘅。另外咧，呢度有个 issue， 可以落到去下底有间卖衫嘅。咁其实有趣嘅地方咧，就系其实嗰度咧有一个出口系可以通到去 SOGO 里面嘅。咁咪呢個音樂比較大聲，咁我都講多兩句嘢啦。東角嘅一個商場，咁啊周大福就冇開啦，而家哇好大聲音樂啊！快啲行先，上面有板長壽司。咁啊，呢個位置其實幾有趣嘅。港女煲，上邊幾得意喎！依間係咩餐廳嚟嘅？哇，幾得意喎！去哪裡入的呢？哦，就是在這裡入咯。那他的鐵閘那裡沒有油回啫。那很慘啊，整間餐廳沒有人的。走到尾，見到就是世茂了。不過世茂呢裝修緊，唔知裝修完之後會咩樣呢？咁誒呢度永遠都係有扎廣告牌嘅。今次賣樓，嗰邊就賣緊東角商場嗰個廣告。好了，繼續行了。G2000，隔離仲有間 Black， 其實都是 G2000 嘅 ，sort of 係高級版定咩咧？唔知啊。Focus， 成間係嗰啲文青顏色啊。啡色、白色咁樣，啡白灰、啡白灰。側邊就已經係洛克道噶啦。咁我哋唔係好理佢啦，繼續直行東角道。
咁永遠都係超級多廣告牌嘅呢個東角道。傷心酸辣粉就唔係牛肉麵啦嚇，麻辣派對花園餐廳上面好多嘢食嘅。呢邊就可以睇到金伯利，睇得清楚少少。就嚟到新年啦，所以都好多摊档。好啦，咁啊，呢段片其实就嚟到呢度啫。SOGO、轩尼诗道、黄金广场隔篱 Hazen Place。好啦，呢段片嚟到呢度啦，多谢大家收睇，拜拜。